南投县鱼池乡日月潭投射火盆地，在昨日由丝瓜、金银花及金针花接连盛放，为黄金花海节庆祝，让民众体验独一无二的花海响宴。活动时间将从七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三十日止，欢迎大家前来赏花、体验农业、欣赏农村的风貌。